精神百倍感搅拌机。超级好看的一个蓝紫色，这个包包特别之处是它还附赠了一个这个是可以装手机的，好像是要把这个袋子给解开然后从这里穿上去。我觉得它的这个整体的质感和做工在这种小众品牌里边应该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它这个容量我觉得也还算可以，是一张卡片吧。天哪，他还送了一个这个收纳袋，好好看呀。搅拌机，今天是精神百倍感搅拌机。我刚刚还去买了一个在部位，下一首歌的名字叫《雾》，然后我觉得这个时代大家每天都在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这个四五年，这个浪漫成为了一个很热门的一个词。